他也就是个破打鱼的，破打鱼的。你再拿出刀，不也就是一个卖板刀面的吗？小鬼倒是大胆，就不怕我劫你一刀？哎呀，靖哥哥，有人想劫我们？蓉儿，你别惹人家。哎，老子一不劫财，二不劫色。不过你们这批小红马倒是不错，可惜我们行业行规，你们要是不下水，我也不好劫你们呀。 这海可真美啊，靖哥哥，你说我们要是能在这儿划一辈子船，那多好啊！划一辈子船啊？嗯，那怎么行啊？那有什么不行啊？我们每天吹吹风，喝喝酒，看看天，看看地，一辈子很快就过了。嗯，还是不太好。<笑> 马上就要行动了，你还躲在这里睡觉？不是被人点了穴。你遇上对头了？刚才有两个小毛贼抢了我的船，他们去游湖，我这就找他们算账去。今天我们要对付的是金狗，不是什么小毛贼。可老庄主还在湖上，我总得去照应照应。 金哥哥，你看那儿有个人坐在那儿，很长时间不动了。哦，他可真有耐心啊。什么有耐心啊？我是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像一幅水墨山水画。水墨山水画，什么是水墨山水画呀？水墨山水画呢，就是不用颜色，只用黑墨画的。不用颜色，用黑墨画的，不像啊。怎么就不像啊？ 放船千里凌波去，略为巫山流故。云屯水府涛随神女，旧江东住。北客飘然，妖愤未扫，问人间英雄何处？其毛复国，可怜无用，晨昏白晒。铁索横江，锦帆冲浪，孙郎两口。但愁敲桂棹，悲音梁父，泪流如雨。奇怪。 这首词是爹爹常唱的，怎么这儿也有人能唱得出下去呢？湖上洗浴佳客，请过来共饮一杯如何呀？只怕是有扰长者。哎，哪里哪里，嘉宾难逢，在这大湖之上萍水邂逅，更足怅人胸怀呀。如此说来，那就多谢了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在下腿上有病，不能请，请二位恕罪。 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哦，这位小哥姓郭，晚辈姓黄，刚才是一时兴起，实在有扰。是哪里哪里，德龄精音，胸间的尘俗顿消啊。适才先生一人一舟往还天地之间，一副阴阳，小波涛之上，这才是一幅绝好的图画。哦对，就好似一幅水墨山水画呀。我只不过是在这幅图画之上加了点诗词，以助雅兴。在下姓陆，常住着太湖之上。 不知两位小哥，这是太湖啊，蓉儿，你不是跟我说这是大海的吗？你自己说这是大海啊，我看你那么高兴，不好打扰你。原来这位小哥初次来到太湖，那更当饮此一杯了。来来来来，请请请，来来，请。他们在那儿，快过去，别让他们再跑了。 好小子，要不是老子船快，还真赶不上你们了。实在不，老庄主，这两位小哥是我的朋友。我看这两个小子鬼祟又抢了咱们的冲锋舟，看来啊，八成是两个鹰爪村。胡扯！
老庄主，你没有走过江湖，不知道江湖险恶，我可是火眼金睛啊！闭嘴。是。来，方才兴起之下，不由贺歌相应，只是不知这位小哥如何会唱水龙吟呢？啊，我爹说宋氏难度词人墨客，无一不有家国之悲，他的心也有同感，所以经常吟唱此曲。哦，那令尊必是饱学大儒，不知您会如何称呼啊？这位、父亲在乡下教书，默默无闻。啊，才人不遇古今同开，不过莫思身外无穷事，且尽生前有限悲。来来来，我看两位也是性情中人，舍下就在这湖滨，左临缥缈峰，右接雾隐峡，正所谓峰峦之胜啊。如果两位肯赏脸，到府上盘桓几日如何？你觉得怎么样，金哥哥？好啊，我们在草原上就经常去别人家的帐篷住的，想不到这中原的风俗也是如此的。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就打扰了。哪里哪里，来，请。请。庄主，请不得，您这是引狼入室啊！给我退下。是。一群粗鲁之人，整日只知道杀猪宰牛的事情，又怎么知道涛声云灭、桃李春风的乐趣啊？归云庄，庄名归云，庄城之日，赌云思归，故得此名啊。陆先生果然胸有空竹，这归云庄一看就是大手笔。我这两下子算什么精通啊，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。恭迎庄主。您去哪儿了？我正要出去办事，见您没回来，只好在此等候了。我今日在湖上泛舟饮酒，啊，还结识了两位朋友。在下陆冠英。久仰。久仰久仰。爹，幸亏您回来得早，你也知道这个事情，今天您就别再出去了，万一伤着的话。烦劳两位先陪家父，在下尽快赶回。好啊。这是战场上的号角声啊。哼，犬子平时喜欢带了附近的孩子舞枪弄棒，玩些打仗的把戏，哼，倒是有扰两位请客了，请二位客房歇息。下可好了，金哥哥，你现在又不累了吗？我本来就不累啊，只不过我装男孩子装得有点烦了。金哥哥，嗯，我们好像进了强盗窝了。强盗在哪儿啊？到处都是啊，你看那个自以为是的陆少庄主，他就是强盗头子，他们好像跟桃花岛有很大的关系。这个归云庄的布局也是按照伏羲八卦的方位来布置的，寻常人一进就会迷路，好像是从桃花岛上照搬的。真的？那可是我们是客人，也不可以到处乱闯的。风景是要看的，热闹呢也是要看的。少庄主，少庄主，少庄主，各路首领都到齐了没有？都到齐了。那好，石寨主，你来说说今天发生的事情。好，自打接了少庄主的命令之后，我老石啊是起早贪黑，派了20条冲锋舟四下打探，那段指挥使定是在今晚连夜过湖，路上还带了一个什么
这个金国亲使。这回这个姓段的搜刮的财物还真不在少数，落脚的时候那台上船呢就20多箱金银呢。那他们有多少兵吗？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。船到了太湖，不知怎么着把一帮宋兵啊全都赶下船了，换上了那个大金国亲使带来的兵马，大约有1000来人，剩下的却绕了个大弯，全走旱路了。这些民脂民膏无义之财，既敢从太湖经过不取，有违天道。咱们尽数取来，一半各斩分了，一半留给太湖的百姓。那金兵呢？好，那些金兵不要紧，他们不同水性，此战有赢无输。石寨主，你继续带着5条小船前去哨探。是。陈德亮，你带着水鬼凿破船底。是。张寨主，这趟仍是你的先锋。是。我看大家是不太想活了。花寨主，你此话什么意思？你们就知道一味的打家劫舍，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，如果劫了宋兵的船，官府一时顾不上我们，也就不急着来整治。可如果劫了金兵的船，光为了应付中都城的完颜洪烈，就会倾城出动来攻打我们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在太湖还能待吗？要想天下人出头，自个儿就得先出头。难道骂着朝廷不抗金，完了自己到了太湖边，做起缩头乌龟不成？大不了少庄主带我们去东海做海盗，做海盗不比当水客威风。好啊，那我乌隐侠退出此局，就不跟众位踩这趟浑水了，告辞。张寨主，马寨主与你素来交好，以后他的人马就归你了，他的后事也由你来办理。少庄主英明，杀金狗去啊！杀金狗去啊！云王，这个少庄主可真够了不起的。可是你在想他们劫的是不是杨康？嗯。把这金狗抬进庄里关起来，这小子还算硬气，现在不要折住他，明天再审他。叫他吗？我不知道。走。哦。啊，陆庄主。陆庄主啊，请。谢了。谢了。两位昨晚歇息的可好啊？还好。只不过号角响了一夜，想必公子玩打仗玩得很晚。真是一笑方家了。啊，我这儿有两幅书画，请二位公子鉴赏一下。啊，你进了归云庄，想再逃比增添还难。本朝书法素以苏黄米蔡并称，不知黄老弟最爱的是哪一家呀？够强盗，你们行使诡计糟沉我的船，不怕江湖人笑话？你是金国的小王子，跟我们绿林之人提什么江湖二字？我在中都之时，久闻江南豪客的大名，以为当真是光明磊落的好汉子。今日一见，哼，你哼什么？不过是一些以多胜少的小人，所谓浪得虚名。要是单打独斗胜得了你的话，你就死而无怨了。好，只要你归云庄任何一个人可以凭真本事赢了我，我就束手就缚，绝无二话。老子摔你个脑浆迸裂，让你明年也开不了花。喂喂喂，哎呀，手啊手手啊，哎呀，哎呦，果然好俊的功夫，我来讨教几招，咱们去外面走。你要动手在这儿有何妨，赐招吧。好，你是客，请进招。嗯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哼，
你这个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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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
一把年纪了，还跟少年人一起争勇斗狠，让两位见笑了。此人下手凶残，陆庄主这么教训他是对的。真没想到陆庄主的身手这么好啊。哎，我自认为是五湖废人，这辈子啊，能不出手就不出手了。可今天让旁人坏了看花的兴致。好在来日方长，午后就让庄丁陪两位出去走走，我们明日再去。那好，告辞了。告辞了啊，好。陆兄，走。我，先走吧。你的腿怎么样了？我的武功不是爹教的，是仙侠派枯木大师教的。哎，说这些做什么？你的腿……我从来都不知道爹会武功。平日里瞧着爹寄情书画，不管我们这些草莽的事情，我还以为爹很讨厌武功呢。一个双腿齐废的人，怎能不讨厌武功呢？可是爹，你的武功是最高的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更厉害的人。比你爹厉害的人何止万千，更有那人如海上明月，管你涛声云灭，他只追星河在天。哎，你在太湖里叱咤风云的太是得意，爹只好看着你做井底之蛙。爹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让你这么牵挂？一个你一辈子都无福看到的人。哎，说这些干什么？让爹看看你的腿。蓉儿，到底该怎么走啊？正一对三更七，我们现在该走坤位。副位？哎，靖哥哥，那是前位，四下里全是机关。我们走那边。好。是这边。哦。哎，靖哥哥，那个杨康有什么好的？我们为什么非得去救他？蓉儿，杨康是我杨伯伯的骨血，我们自然应该照顾他的。哎，金哥哥回来。是木姑娘啊。人家是去救意中人的，能让你看见吗？那咱不帮他吗？帮自然是要帮的。
你别老动啊！小王爷，你手还疼吗？这些狗强盗连水也不给一口，怎么绑着可真难受。在下也瞧不见你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死到临头就算了，怎么跟你摊到一块儿了？长得跟肥猪一样，还唠唠叨叨的。你，哎呀，那还累还累，累死你算了。念慈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这儿很危险的，你快走吧。你受多了，真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的匕首给了黄姑娘，我想我这把刀削不断这条链子。别管这条链子了。坐下，来，我去偷钥匙。哎，别去，这儿的人可厉害了，你打不过他们的。那我背你出去。你觉得你背得动我吗？那该怎么办呢？那你亲亲我吧。你，人家在这急得要死，你还有心闹着玩？我没闹着玩啊，我是认真的。你知道我看见你有多高兴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我一直跟着你。哎呀，在下真该说着话就睡着了。哎呦，谁打我？哎，你快坐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你在我怀里，把东西拿出来。这个是大金国亲使的金印，你拿了这个印到临安府去见大宋国的使民员史丞相。史丞相？嗯，我一个民间女子，他怎么可能见我呢？嗨，他见了这颗金印迎接你还来不及呢。你啊，就告诉他我被太湖盗贼劫在这里，不能去见他了，让他记住，如果蒙古的使者来到临安，绝不能见，抓住了立即斩首，让他记住这是大金国圣上的密旨，务必照办。大金国的圣上？是啊，哎，反正说这些军国大事你也不懂，你把我说的这些话全都告诉他，也算是为咱们大金国办了件大事。嗯，为咱们大金国办了一件大事。是啊，难道你以后不是大金国的王妃吗？我真的是好糊涂。这一路上我跟着大金国亲使的兵马，都忘了你是大金国的小王爷，而我只是个江湖卖艺的小女子。你怎么又这么说呢？我什么时候这么想过了？我父王也没有逼着我非娶什么公主郡主啊。谁跟你说这些了？我穆宁子虽然出身贫寒，可是也走过大江南北，眼瞧着金人欺压宋人，我的义父也是被金人所逼致死。虽然我现在不能为他报仇，可是我时时刻刻记在心上，从不敢忘记。而你呢？你是大金国的小王爷，谁敢要你记着这些？你的父亲不就是中都王府的完颜洪烈吗？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那个惨死在中都街头的，你要把他算作什么人了呢？等等，你别走，你回来，是我不好，你别走，你回来。我不让你送什么金印了，我自己也不想送。我被关在这里的这些天里，我每天都在想，
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就只有你了，我也不想再回金国了。如果能逃出去，我愿意和你行走江湖，做一对同命鸳鸯。我完颜康自从我娘去世以后，做了很多自己不情愿做的事，但是有一件事，就是跟你在一起，却是我最想做的事。你不该再叫自己班彦康了。也许我是该叫杨康吧，但是我生下来就叫完颜康，我还没弄明白的时候，我娘和你义父就已经双双去世了。你叫我这不明不白的如何改得过来？我这就去找黄姑娘，去拿匕首来救你，然后咱们一起去跑江湖，去卖艺。别去，别去，你把我的腰牌拿下来。干什么？你在上面刻上完颜康有难，在太湖归云庄，然后把他送到苏州城外30里的土地庙中，找到有9个骷髅头的地方，在第一个骷髅头下面放好他就行了。我知道你害怕，其实我也不愿意你去这么做。我不怕，只要能够救出你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只是我不明白，我不是让你去给大金国做什么事情，我只是想让你把我师父请出来。不过我师父眼睛是瞎的，你要把字刻深一点才行啊。你师父不是长春真人邱道长吗？他眼睛怎么可能瞎的呢？那是我另外一位师父，他武功很高，只有他能救我。哦对了，我师父脾气不太好，所以你放下东西以后要马上就走，千万别让他伤了你啊。我这就去给你送信。你现在就要走了吗？我怕事情再有什么变故。那好，那你让我亲你一下。这辈子是跟定你了，念慈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将来你要是不做好人，我也没有其他的想法，只有死在你的面前。
救他吧，求求你。是您吗？我是受您徒儿所托的呀。黄姑娘，黄姑娘，是你吗？你不要吓我呀！好漂亮的小姑娘，啊！送我这么好的东西，我该怎么感谢你呀？啊！啊又是哪路不知好歹的前来送死？是怕老娘练功缺了材料吗？梅超风，故人来访，你又何必紧张啊？聪明，不过我告诉你，这是蛇阵。梅超风，一事不妨二主，咱们也没多大仇怨。你把九阴真经交出来，我闪身便走，再不打扰，怎么样？少废话！我看你这样舞到底能舞多久，等到了天亮看你叫不叫出来。哥哥，有人想劫我们。蓉儿，你别惹人家。哎，老子一不劫财二不劫色，不过你们这批小红马倒是不错，可惜我们行业行规，你们要是不下水我也不好劫你们呀。七哥哥，他要是想要我们的红马，我们就要他的唇。走，七哥哥。这海可真美啊。金哥哥，你说我们要是能在这儿划一辈子船那多好啊。划一辈子船啊？嗯，那怎么行啊？那有什么不行啊，我们每天吹吹风喝喝酒看看天看看地，一辈子很快就过了。还是不太好。
上就要行动了，你还躲在这里睡觉？不是被人点了穴。你遇上对头了？刚才有两个小毛贼抢了我的船，他们去游湖，我这就找他们算账去。今天我们要对付的是金狗，不是什么小毛贼。可老庄主还在湖上，我总得去照应照应。哎，金哥哥，你看那儿有个人坐在那儿很长时间不动了。哦，他可真有耐心啊。什么有耐心啊？我说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像一幅水墨山水画。水墨山水画？什么是水墨山水画呀？水墨山水画呢，就是不用颜色，只用黑墨画的。不用颜色，用黑墨画的，不像啊。怎么就不像啊？笨。也就是个破打鱼的。哎，破打鱼的，你再拿出刀，不也就是一个卖板刀面的吗？小鬼倒是大胆，就不怕我接你一刀。哎呀，放船千里凌波去，略为吴山流故，云屯水府涛随神女，九江东住，北客飘然。妖愤未散，问人间英雄何处，奇谋复国，可怜无用，晨昏白善。铁索横江，锦帆冲浪，孙郎两口，但愁敲桂棹，悲音梁父，泪流如雨。奇怪，这首词是跌跌长长的，怎么这儿也有人能唱得出下去？哈哈，湖上洗浴家客，请过来共饮一杯如何呀？只怕是有扰长者。哎，哪里哪里，嘉宾难逢，在这大湖之上萍水邂逅，更足畅人胸怀呀。如此说来，那就多谢了。来来来，请坐请坐。在下腿上有病不能请，请二位恕罪。不必客气不必客气。啊，这位小哥姓郭，晚辈姓黄，刚才是一时兴起，实在有扰。是哪里哪里，德龄清音，胸间的尘俗顿消啊。适才先生一人一舟，往还天地之间，一俯一仰，小波涛之上，这才是一幅绝好的图画。哦，对，就好似一幅水墨山水画呀。
我只不过是在这幅图画之上加了点诗词，以助雅兴。在下姓陆，常住着太湖之上。不知两位小哥，这是太湖啊。蓉儿，你不是跟我说这是大海的吗？你自己说这是大海啊，我看你那么高兴，不好打扰你。原来这位小哥初次来到太湖，那更当饮此一杯了。来来来来，请请请，来，请。嗯。他们在那儿，快过去！别让他们再跑了。好小子，要不是老子船快，还真赶不上你们了。石寨主，哎，老庄主，这两位小哥是我的朋友。我看这两个小子鬼祟，又抢了咱们的冲锋舟。看来啊，八成是两个鹰爪村。胡扯！老庄主，你没有走过江湖，不知道江湖险恶。我可是火眼金睛啊！闭嘴。是。来，方才兴起之下，不由鹤歌相应，只是不知这位小哥如何会唱水龙吟呢？啊，我爹说宋氏难度词人墨客，无一不有家国之悲，他的心也有同感。这是战场上的号角声啊。犬子平时喜欢带了附近的孩子舞枪弄棒，玩些打仗的把戏，倒是有扰两位请客了，请二位客房歇息。可好了，金哥哥，你现在又不累了吗？我本来就不累啊，只不过我装男孩子装得有点烦了。金哥哥，嗯，我们好像进了强盗窝了。强盗在哪儿啊？到处都是啊，你看那个自以为是的陆少庄主，他就是强盗头子，他们好像跟桃花岛有很大的关系。这个归云庄的布局也是按照伏羲八卦的方位来布置的，寻常人一进就会迷路，好像是从桃花岛上照搬的。真的？那可是我们是客人，也不可以到处乱闯的。风景是要看的，热闹呢也是要看的。各路首领都到齐了没有？都到齐了。那好，石寨主，你来说说今天发生的事情。好，自打接了少庄主的命令之后，我老石啊是起早贪黑，派了20条冲锋舟四下打探。那段指挥使定是在今晚连夜过湖，路上还带了一个什么这个金国亲使。这回这个姓段的搜刮的财物还真不在少数，落脚的时候那台上船呢就20多箱金银呢。那他们有多少兵啊？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。船到了太湖，不知怎么着把一帮宋兵啊全都赶下船了，换上了那个大金国亲使带来的兵马，大约有1000来人，剩下的却绕了个大弯全走了。所以经常吟唱此曲。哦，那令尊必是饱学大儒，不知名会如何称呼啊？这位、父亲在乡下教书，默默无闻啊。才人不遇古今同开，不过莫似身外无穷事，且尽生前有限悲。来来来，我看两位也是性情中人，舍下就在这湖滨，左临缥缈峰，右接雾隐峡，正所谓峰峦之胜啊。如果两位肯赏脸，到府上盘桓几日如何？你觉得怎么样，金哥哥？好啊，我们在草原上就经常去别人家的帐篷住的，想不到这中原的风俗也是如此的。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就打扰了。哪里哪里，来，请。请庄主，请不得，您这是引狼入室啊。给我退下。是。一群粗鲁之人，整日只知道杀猪宰牛的事情，又怎么知道涛声云灭、桃李春风的乐趣啊。
庄。庄名归云，庄城之日，赌云思归，故得此名啊。陆先生果然胸有空竹，这归云庄一看就是大手笔。我这两下子算什么精通啊？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。恭迎庄主。爹，您去哪儿了？我正要出去办事，见您没回来，只好在此等候了。我今日在湖上泛舟饮酒，啊，还结识了两位朋友。在下陆冠英。久仰。久仰久仰。爹，幸亏您回来的早，你也知道这个事情，今天您就别再出去了，万一伤着的话。烦劳两位先陪家父在下尽快赶回。好啊。